圣经说，你们若顺从耶和华，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，你们若寻求他，就必寻见。感谢主，他对我们的应许永不改变。这时候让我们来到神的殿中，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带着庄重敬畏的心站立在主面前。请众立。上主今在他的圣殿中，上主今在他的圣殿中，上主今在他的圣殿中，万国的人当肃静，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静，当肃静在主前当肃静。阿门。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五节，看哪，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，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。他举起众海岛，好像积微之物。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，被他看为不及虚无，乃为虚无。那圣者说，你们将谁比我，叫他与我相等呢？你们向上举目，看谁创造这万象，按数目领出他意义，称其名，因他的全能，又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谁能与我们的神相比呢？当我们看见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，我们不得不感叹他的大能和他的智慧。我们活着
为的是要荣耀称颂我们的神。今天我们站在神的殿中，让我们大家张开我们的口，举起我们的身，大声地向我们的神高声欢唱赞美敬拜，愿荣耀归于那万有的真神。大家开口的一起来唱，主啊，我想
小水滴，无人与你相比。主，你真伟大 ，How awesome you are！ 主，你真伟大 ，How awesome you are！ 深深爱我，捧我在你手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，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这时候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普天之下万族万民都当向你赞美敬拜，愿诸天彰显你的荣耀，愿大地述说你的伟大。父啊，在造世之时，你说有就有，你命立就立，你是宇宙的主，你更是我们生命的主。今天我们站在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要俯伏向你敬拜，主，我们的心要被你的荣光所吸引，我们的眼目要单单的仰望你，专注在你的身上，因为你是那创始成终独一的真神。主啊，有谁能与你相比？这一切的歌颂荣耀都要归在你的名下，要彰显你的荣耀。父神，我们活着更是要努力的荣耀见证你的名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你十字架的救赎恩典，因为你的救赎，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。求主你让我们用我们一生的生命来彰显你那救赎之恩，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，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能够来常常的敬拜你，我们将一切都要献上感恩。主啊，你认识我们，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污秽，我们的软弱，在你面前无法躲藏。
主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过分别为圣的生活。愿你保守我们的心，不要看环境，不要看人，单单注目在你的身上。父神啊，求你赐给我们有所罗门般的智慧，让我们有能力去改变我们所能改变的，让我们有谦卑的信心来顺服那我们不能改变的。父神，恳求主你让我们的行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，求主你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仰望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明天都是最合适的。父神，我们当中有疲乏的，求主你增加力量；我们当中有病痛的，求主你大能的手医治；我们当中有软弱的，求你的道你的话语来扶持；我们当中在生命中有经历大挑战的，主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，因为你说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你的能力在软弱的人当中显得完全。父神，我们也将今天的崇拜全然交在你的恩手，将秀宝传道交托你赐他有智慧的言语，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空空的来，满满的回去，让我们在这圣殿中与你相遇，愿你得着最高的荣耀。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而求，阿门。